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，飞碟一分钟。老司机都喜欢爱爱后抽根烟放纵一下，但这事故源的危害老大了，是走南闯北翻越青惨高山爬惨火海，这危害也就输给你们说了。在爱爱结束后马上抽烟，不仅会因为供氧不足导致头晕胸闷，还会因为爱爱后血液流动加快，比平时更容易吸收烟里的有害物质啊。尼古丁会让小弟弟中的血管收缩，血液没法顺当的进入海绵体，抬头都会变困难呢。不仅如此，烟雾中的一氧化碳还会压抑神经，让小弟弟变得麻木，在第二发的时候容易感受不到高潮的快感呢。什么？姑娘也想来一支事后烟？那也不行啊。叔跟你们说啊，烟燃烧后的焦油中含有苯并芘，这玩意儿会导致阴道干涩啊。男朋友提枪上阵，但你的水龙头这时罢工，到时只能干着急。不抽烟，啪啪啪后还能干什么？抱紧你的他，用深邃的眼神看着他，再说些动人情话。上开心过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为什么套装没有黑色的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显瘦啊。我当然可以给你当牛做马，但是你只要给我草就行。白天没屌丝，晚上屌没丝。16岁的时候，把天花板上的蚊子变成了琥珀。什么意思？哪天八戒问嫦娥，嫦娥妹妹，你来月球为什么还带个玉兔啊？嫦娥害羞地说，人家光带个胡萝卜，不好意思嘛。我本想请你先吃饭，你先稍改日吧。